几分几秒会不会记录起来？跑了从 A 点跑到 B 点会不会记录起来？对，所有的路径、所有的轨迹都会帮你完整的做记录。那以后你们还需要拿秒表计时吗？还需要记在纸笔上吗？不用。还需要准备笔记本吗？都不用，对不对？因为 MySport 都可以自动帮你们完整的记录哦。而且现在最贴心来了，请问你们喜欢礼物吗？喜欢。拿到礼物，心里会不会有开心的感觉？轻飘飘的感觉，对，那你们现在有觉得轻飘飘快飞起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赶快再多送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呢，以后更爱运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只要运动。